大家猜一猜今天我做的是什么爆米花？有吃过这个吗？你是不是以为是红薯？它其实不是啊。你们猜它是啥？它其实是虾片啊。而且它跟爆米花一样是粮食放大器啊。不要误以为是那个红薯啊，不是红薯干啊。来，我们把油放中间让它融化一下，我们先搅拌搅拌。一定要搅拌均匀啊。咱们虽然说一直都在说话，但是手是不能停的，一直去搅拌它，不能偷懒啊，偷懒爆出来爆米花就不是圆形了。好，我们油也化得差不多了，继续搅拌。你可以加一点点油进去，也可以不搅，我喜欢是让油稍微少一点，因为我加了这个虾片嘛，它会吸附我的油，这样爆米花油会更少一些。那没关系啊，只要你晃过均匀了，它是不会糊的。别偷懒哦！我才看到吗？已经开始膨胀了。哎，你没有吃过吗？哎呀，爆了，爆了，爆了！我先拿盖子挡一下，因为想让它那个油再炸一会儿。哎，拿出盖子了。来，我们换一下锅。拿出盖子了，我不敢使劲了，我怕锅盖甩出去。哇塞，看到吗？虾条开始膨胀了。你们有没有吃过甜的虾条啊？肯定没吃过吧？今天我教大家做的这个就是甜的，今天大家吃的是椒盐口味的吧。然后轻轻的放下锅，好，关火。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，下条好了。哇塞，好，成功了啊。然后开盖开盖开盖，三二一，开盖子了。哇塞，巨成功，看到没有，看到能下条没有。哇塞，超棒的。